酒驾撞死人，最富警局发酒疯。南投埔里29岁蔡姓妇人因酒驾撞死人被带进警局时，还发着酒疯，大哭大叫，用头撞墙。在中山路的事发现场一片凌乱，遭撞击的机车已经稀烂，被夹在车子和梁柱之间。昨天中午，罪妇开车转弯时车速过快，擦撞分隔岛，行驶15公尺之后往右偏，拦腰追撞机车，女骑士死亡，男乘客重伤。警消赶到，我拢死人啊！还发动车子想离开，被警消及时制止，带往警局。对，你告诉我，他的车主就是我，就是我，都是我的错，就是我。他酒测值1.08毫克，家属表示妇人罹患忧郁症，警方将等他酒醒后再做笔录。东新闻南投报道。